啊，叫做梦境啊。像啊，我给这网站还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啊，你们要最好不要睡觉啊、哦，一个小时在睡觉，其实你人已经不行了啊。那现在今天问了佛、啊，他现在在赶在打，人家在讲给大众听啊。而且在我们这里每个都是人才啊，这个人才啊，我给大众讲啊，很可惜就是个性的啊，而且不晓得我们的身体它是非常的珍贵。啊，这身体的珍贵是什么？叫做见性啊，啊，就好像今天我问了佛啊，啊，我现在不是在超摩托吗？都在空间啊，当然我身体也在进化。然后我就问佛，这个进化我知道我的身体啊，它比较轻盈了啊，可是、啊、我知道还很早。啊，这怎么还很早？就好像说我要从一岁到这个八十岁啊，啊，过程所在身体啊。要请出来，现在就在访问这个啊，所以佛讲说智者啊，这是真正的啊，我们从小啊一岁以后啊要吃奶喝奶了啊，草有情绪，众生就进来哦，这个你不是啊跟那佛啊，这不晓得说这个事情的很严重啊，所以才知道说这个要剥削，像这现在啊，我学到这功夫啊。我会越来越年轻，我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越来越年轻就是我从一岁啊，附体的在外层啊，这个给大众讲就一直在出来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可以讲说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所以这个梦境呢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做梦，我讲做梦啊，啊，晚上大家听，在座要听，里面空气你就走了啦。你就被抬走了，人体啊，佛法教育很重要啊，宇宙准则就是纯善的，不自私啊，啊，人家自私自利啊，其实你把自己毁掉了。我给大众讲，要听哦，他是梦境，给大众讲啊，这个都是梦境。啊，假如说你啊智者聪明一点、啊，这是你来布施啊，啊为众，那你不为众也放不了了。我给大众讲，你再不是为众生就放不了。啊，替众生想，而且体力越来越好。像我现在一岁到八十岁，也没有剥削多少，体力就非常好了，好像不用睡觉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现在问了佛、啊。我在教你们四众弟子啊，啊，进来就睡觉，啊，其实你们都是人才，啊，所以自己要拿个牌位啊，每次进来要听经啊，写张牌位。我提醒你们是这样，啊，说梦境本是无了，啊，皆因啊人们啊所以知，啊，难出梦中的清醒，啊，说把饭当真啊苦由生。啊，感受啊，执着、啊、皆为苦。这句话你们好像听不懂。你说你是傀儡啦，假如你爱生气啊，啊很自私，你身体根本就不是你，你就是傀儡。啊，众生不会跟你化解的。就好像我给孩子讲，我说你要、啊、对着一个人敏感，啊，这个人在你旁边啊，我看你的细胞就在动，啊，我说你这个。这个你也不能做主。他说：“苏师姐，你好厉害啊！我的细胞会动，你也知道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啊，像你们的五脏六腑啊，问题在内，我了如如掌。啊，了如如掌，讲经说就给你要听了。啊，现在我也给全世界讲，我们学佛救谁？救你自己啦！啊，你自己救不起来，你去救谁？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说把握当啊把握当真啊苦由生，啊感受执着皆为苦，所以啊若谓之苦是无尽啊，尽则之苦之所在，啊他说是方法，他骗人的，像我们尽是灵性的提升，啊老师在讲啊，每一句都很善巧的来，
啊，说破妄见真啊，破妄真啊，见真苦的，却因啊人们受啊受啊与之啊离啊狼出啊梦中的清醒，所以啊，把妄当真啊苦由生，啊感受执着皆为苦啊，所以啊人家有感受啊，它是身体，它是众生，现在你要看我这人体开悟，我还没有，等他。这个三十间过黄昏，我还在黄昏重点啊！原来我们身体是这么奥妙啊！就好像我现在在请我自己啊，是请一岁开始啊，一岁啊到这八十岁的期间，你看这附体空间有多大？这个没有人打开不懂啊！现在打开了啊，打出来念给大众听，才知道说哇，不是跟着佛，我们不了解的。啊，身体它是高科技的，而且不一样。像我这一岁在前，还没有到十岁，啊，我就开始不一样了，而且有活力，快乐无比的。像这个大法不生传，太可惜呀！啊，沉船啊，给大众讲啊。你就赚到，你不死，也不老，也不病。像我们要个性感冒啊，个性把你给毒死了啊！所以这个火有叫境界，要多喝热水啊，热水很重要。所以这个来因人受一之啊，狼出梦中的清净，说把妄当真啊，苦由生啊。像现在佛也在讲啊，你们现在在上英文课啊。他是为了拘留，啊，自己的本分要去做好，啊，今天也写出来了，我有讲，啊，不要以为讲说啊，这个我学我啊，我英文第一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就没有用了，我们是要给你留在这里才叫你独裁，啊，你的知识不做好，你就犯戒，我好心劝大众要听，今天佛也开始了。啊，你不是读书人，不能留这里来。给你们拘留钱啊，你以为是怎么样？啊，知识本身要做啊，不要把知识丢给人家，啊，就是一直读书，啊，那你就输掉了。我跟你讲真的，佛事呢，知识很重要，所以因人们啊，授予知。拦住梦中的清醒，啊，把妄当真啊苦由生哦，啊，感受执着啊皆为苦，啊，像我们现在感受这身体啊，啊，给全世界身体它是借用的，它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啊，啊苦未知苦啊是无啊无尽，就好像说放尽，你把它当作真了。很苦啊，说尽者之苦啊之所在啊，破妄见真啊苦得灭啊，主要是灵性提升的、啊、像身体很奥妙啊，你要为众，不要为自己啊，你都能翻译，假如你还是为这假身，你是愚痴哦啊，像你们学问会比华严想好吗？博士、硕士，他还是从一代开始学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你博士、硕士，你还造业哦！啊，破妄见真啊，啊，见真苦的灭，所以就是啊，当从梦中醒，看清放啊，看清啊，放苦，真离苦。啊，莫要。紧抓不肯放，放下感受啊啊！一所事，自然梦醒见真常。现在给大众讲了、啊，只要你不执着，这身体很好用。啊，你假如执着身体呀、啊，你就输掉，因为身体啊，你放不了。我给全世界人讲，要听我。啊，其实身体很轻松的嘞，啊，没有自己啊，你看都为众。
快乐无比的来。像这个，在这个啊礼拜四啊，还是这个啊讲经啊，时间都很有限，而且问了佛啊，啊他现在写的也比较慢啊，所以啊这个就其实要很多。像这个法经，他能打，他写字也慢，他写字也慢，写字要快。你在下里看吧，我讲得很快，所以莫在紧抓不肯放，放下感受与所知，啊，自然啊，梦醒见真常。像现在你们来我们贵宝地啊，啊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佛？真的有佛还假有佛？你们真的有佛，你们不会生病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听哦。啊，真的有佛是学佛的功夫啦。啊，而且那个上英文课，你看你跟他学，他自己就不能做主了。啊，只是我们为了这个啊读书啊是必要，因为我们要在澳洲啊，给大家都会讲英文，这是佛的慈悲啊。啊，假如说你那边为主，你就死定了。啊，一定要佛这里为主。啊，要做无做无做无做，这是佛法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，所以啊，悲心一起啊，少诸苦，啊，民众苦赚而住得起，啊，这个第一个你自己化解了，重症在来在你身体，好了，你再去哪？我们来看看。啊，老实讲，悲心，啊，悲心一起啊，少诸苦，啊，民众苦赚而住得解，啊，苦由心生而亦由尽，啊，悲心一起啊，啊，佛无尽，所以啊，各个悲心啊，显不同，啊，小化个人的心啊，用了，啊，一解生老病死苦，啊，大转轮回夜如昔，生死之状是，啊，只是。现在这就是老师在讲了，我们呢不懂啊，没有学不晓得啊，慈悲对你自己帮助最大啊，你说你有没有慈有啊，那慈悲跟自私哪个最多？自私，你没有慈悲不可能来到香火大佛寺的啦啊，所以你们来这里一定要知道，只要你自私就输掉了啊，这个自私啊，众人就苏醒。你看现在我在请一岁到八十岁的啊，在我身体，你看空间有多大啊，这是我看见的，在我在操作说，哎，怎么这么小啊，这什么，所以我今天早上就问佛，我说佛，我请问你啊，啊，我是不是一岁到八十岁啊都在轻重，佛讲说你真的看到了，因为我在空间看见了，你才知道你几岁，附体有多少，你要吓死人了。哈，现在要打开了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哦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叫大众啊，纯净纯善，我是要帮助你。假如说你还是很自私啊，你就自己打自己了。啊，所以啊，灵性本来是保障的，却被蒙蔽暗黄。啊，所以悲心一起啊，明光现，改过 啊这个脱病啊，破无明。本来是保障，却被啊蒙蔽啊暗黄。没有人懂，像在我们贵宝地啊，给大家身体不会生病的啦。而且呢，学了这个高科技。那不得了啊，人道不懂财啊，人道为这假身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所以悲心一起明关系啊，改过脱变破无明，像人体借用啊，你的借假修真啊，你就赚到了，而且精神好，他不会累啊，啊，说无私无我悲心起啊，啊，自信有我，悲心赢。所以无私无我啊，啊，悲心起啊，所以要给大家，像现在哪是我们我，
啊，你看你讲的会跟那蚂蚁讲话，还是跟那小虫讲话？哎呦，人啊要珍贵哦，不值钱哦。当然是小虫啊，你也没人救。你看苍蝇飞来飞去，啊，我说你不要进来哦，啊，你这个啊苍蝇，你到底是？他还讲，你看那个苍蝇也是人体去啊，那个灵去变的嘞。啊，有时候不守规矩，啊，其实他不守，他也跟你讲的，嗡嗡嗡嗡嗡的。没人懂，只是有我悲心啊，这不知道八股带就把我啊，所以啊，自身身中啊，诸民众当时啊，守旧啊，应承他啊，皆是国王共曾经，何人再转入轮回？无我悲心起啊，说自身身中诸民众当时、啊、守旧。应的应承他，所以要给大众来救自己了。啊，在相关道百分之百可以往生的来，人道就是无常啊，没有一个不是无常啊，而且都不听话，啊，不听话也不能怪他了，都是众生做主，啊，所以要善用相关西方言，啊，众当啊精勤啊奋力起，所以行为自信啊是究竟。再给大家在这里找个自信很容易啦，看你自己啦。啊，像啊，人道好珍贵哦，哎呦，你们都不晓得珍贵，一死掉就做万物啊，千万人不能出来。啊，你们看蚂蚁好像它是蚂蚁，看得很脏，它也是灵哎。啊，外面有大蚂蚁，有小蚂蚁，什么都有。啊，都是个性，你看，就很急呀、啊。啊，你们呀、啊，有人道要珍贵哦，我好心劝你们要听哦，啊，啊，不要时间分秒匆匆过，啊，多少匆匆已流失啦、啊，啊，人生能有多少时可以啊如此清净修，在我们这里呀、啊，假才有救，他们两个、啊，哎呀，才知道这里啊有救，外面都在造业，啊，外面你假自私就造业了，我给全世界讲就听了。啊，不是不要还的嘞！像你现在啊，你看看人体在外面斗争竞争啊，哪个不造业？啊，珍贵这里啊，佛地哦，又跟阿弥陀在一起啊，我给大众讲要珍贵哦。啊，人体啊，在我们这里才有用的，你到外面没用的。啊，外面怎么讲？叫做傀儡。啊，不要人家附你的体，你就呆呆了。现在这里不能听进去，你就是被附体了。啊，人家一分也听不进去，两分也听不进去，三分听不进去，你就是被附体了。啊，不然呢，听进去，谁不想改？啊，身体很科技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并非茫茫不知去。啊，目标明确啊，啊，这个人与啊，自信啊相印证。所以啊，知之作去不犹豫。像给大众讲，宇宙总则是不自私啊。啊，宇宙总则你自私你就附体了。啊，你不要讲你很能干，你很厉害，啊。财团一大堆厉害也没用，都生病。哪个都厉害，啊，人体都给人家做主了，还有厉害，啊，人体不是给他做，谁不想见性？啊，像这个东西都不能自私啊，就是啊，宇宙总是正，啊，正就是不能偏，一点占人家便宜都不行的。啊，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像你们假如在路上看到。啊，这个袋鼠的死了，你再回来加了血浆，我们都可以，他在空间都可以问他的，啊，马上可以写名字，你们都有这样做很好，啊，其实，啊，你们现在听好像听不懂，你人道是不是很珍贵？像这个就像垃圾了，啊，灵你要去做垃圾，还是做这个人体可以开悟？这不得了哦，
这人体啊，科技啊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珍贵哦，啊，不要有个性的就比较难见性的，啊，人体的科技起来就不得了，不然你看看，啊，你只要灵去投胎万物啊，都相关希望缘，啊，重当情啊，金钱呢分离情，还是救自己，金钱分离就是寻回自心就是究竟，啊，像这个。佛在讲，哎呦，今天问的这个问题真好。今天我假如没有看到，我就不会问了，因为我在超度啊，啊超我身体，因为他们一直攻击我，有没有道理？攻了以后，我怎么看到我小时候啊？所以我就问佛啊，我是不是从一岁啊在超度我的身？佛讲你答对了，他现在问了好几张了，啊，这个人体啊，这个要打开的嘞。真的，你假如看不见就没办法打开呀、啊，有没有道理？看得见的，你问佛啊就很好打开。所以给大众在这里要珍贵人体，你再不会珍贵就输掉啊。好啊，时间分多少，种种已流失啊。人生年有多少时可以啊如此清净修？所以要在相关道，我是珍贵。所以便会茫茫不知去啊，目标明确啊，眼前路。啊，人与自心相啊相应时啊，直直做去不犹豫。像你们那上课了啊，四点多下，草还可以割，太阳还有啊，啊，一点也不要浪费时间的，珍贵啦。像我们这里要保持干净，啊，草太长怕有蛇很多，啊啊，这样子啊，你很有道德，爱斗地啦。像现在我也。给大家，你们两个要听啊，道德很重要，很维系的都要道德。所以就像你们带两个小孩，一定要教他好，不然学的跟他们一样，你们要吗？啊，现在还可以教，他们两个还可以教的。啊，他讲成你们不要太宠，啊，要照这里的规矩啦。我是好心的，啊，不然我告诉你他会受报。像现在你们滑开上去都在睡觉，啊，没人管。我在他还不睡，为什么我要给他摆在前面？他看我不敢睡。我跟你讲的是真话，你要叫他在他爸爸妈旁边、啊、他马上睡着。他爸爸也不会管啦、啊，反正廖克你叫他管还是他不行啦、啊。你有多少时啊？做兵会茫茫不拘束，目标明确，眼前啊，眼前路啊，做人也要自信相应事啊，直直做去不犹豫。啊，不能坚信相违背，啊，叔叔止住啊，莫再行。啊，所以啊，相关佛地啊，如琉璃的，啊，清澈透明啊，如佛性。相意思，啊，叔叔做起不犹豫，说不能啊，坚信相违背，啊，叔叔止住啊，莫再行。啊，所以相关啊，佛地啊，如琉璃的，清澈透明啊，如佛性。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在我们这里啊，你们要感恩佛啊，你们不用轮回哦，人体很苦哦，遵守道德就福报大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听的、啊，你假如遵守道德啊，你的身体绝对不会人家清洗的。所以你啊，你们看看这两天上课，自私啊看得出来的，啊，这个也是过程啦。这是很正常的、啊，啊，假如说你还是知识不改啊，可是也不能践行的、啊，啊，而且就是替自己想都不行，啊，要为众生想，啊，所以你看他啊，他很聪明，他也是要好像竞争斗争，啊，就是啊，我是比你厉害了，还是这也不行，啊，这个就是他还是用身体的，这还早了，啊，你不过听。还不到两个月，有没有道理？也算不错，进步很多了。可是这都要改啊！你没来写给我，我都知道怎么给你调啊。阿奇斯的人体它是高科技啊，我们啊灵来去自如，谁要这个身体啊？啊，像这个身体，假如你们不振作，就是给人家在用啊，你一坐就睡着，一坐就进空间，一坐你就不能做出，你就是给人家用着。啊，这事情就很严重。
啊，所以要珍贵啊。所以佛光自然照无尽，诸子庄严我得见。啊，临终一要见分明，这个无眼圆明就看得见，就现在茫茫的外面天空好几色，那个就是十二道观。外面这个就是十二道观。啊，说众宁一要分明，啊，众宁一见分明，普救无量啊众生身心。所以啊，见性宝地啊，莫空故。像啊，老实讲，见性宝地啊，我给他啊，其实给全世界的，他救你这个身体，这身体来的不容易哦。啊，你呀、啊，为这身体付出代价，轮回太不值钱了。像要灵性的提升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要把身体布施掉。啊，你假如说你还有主观逐渐呢，啊，你绝对不能见性的，也会生老病死啦。像这宇宙种子不能骗人，你看阿弥陀再怎么做，你也会看才对的。啊，你看他魔界也在救，他没有分的啦，啊，只是教育不同了。啊，你们看着他缺点，缺少教育，那现在。啊，这个相关大法是大纲啊，你们大家要听哦，比丘比丘尼，他在教人家人体不能造业，啊，人体造业众生就行，这叫做身心疗法了。啊，为什么叫做身心疗法？因为你造了业，身体苏醒，它就在你身体，所以你自是第一个打自己的。啊，你不能六合，啊，不能帮助人，啊，主观很强，都是你家你家，你会受报了。我们这里很现实哦，啊，那个受报的样子，法眼前看见了，他不能做主啊，做了就呆了，好几个，不是一个，啊，这个叫做宇宙准则啦，给大众讲啊，人体来的不容易哦。啊，你看到蛇会怕，看老鼠会怕，它是灵去变的啦。啊，蚂蚁这么多，它也是灵变的啦。这个问题我也给大众讲，个性个性，看你要去出示什么啦。啊，这不是佛打开啊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像我们人要不要悲伤、悲痛、悲苦、悲哀？啊。假如是这样，你就笨死了。他身体他是借你用的，啊，你假如说悲伤、悲痛啊、悲苦、悲哀，啊，你是傀儡。假如你在相关大佛寺啊，听佛开示，老师开示，才知道这是珍贵，是一个法喜。像你们来我们相关大没有法喜耶，啊，念佛也睡啊，拜佛也睡。啊，都一直在睡，没有法喜，人体就完蛋了。人家的法喜是佛在教导，啊，我要一天当两天用，这是你就是大福报的人。啊，假如是啊，你悲伤啊，悲痛、悲苦、悲哀，你是傀儡哦。啊，你这众生五十兆细胞啊。从一岁到五十岁、六十岁，啊，一岁到三十岁，你就是人家的傀儡。人体是高科技的，都不能做主啊，太悲哀了。啊，谁害的？不懂。啊，不懂佛在讲给你听啊，赶快改还来得及啊。有身体就有救，没身体就没救了，他这是非常现实的。啊，这个佛祖在不经意时悄悄的浮现，佛祖修行后大大减少。啊，国政人那真是件好事。啊，或者不论修行之后，啊，从未见过这个心情，那是真是一个有福，就是信因果啦。我给大众讲讲的，大家比较听得懂。啊，不要讲你信佛啦，你不够。
啊，你应该啊，应该信因果啊，做好事有好报，啊，有自私就是恶报。要听哦，啊，你越自私越自私，给大众讲啊，你身体就出问题了。像现在啊，很多要来身心疗法，我讲你不听经不要来，啊，听经治疗又改，啊，一百一百可以医好你的病。假如说你不听经啊，你个性也不改，没办法医。啊，那为什么没办法？你把他抓住啊！啊，众生要放你，你偏不放，你的个性强，那你就输了。啊，所以你们来我们这里贵宝地听经听什么？救自己。啊，自己要改。要自救啊！你今天生病谁害的？你自己啊！啊，今天不能做主谁害你自己啊？学佛这么多人一样都没学到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学佛啊，没学到慈悲了。想给全世界讲啊，假如说你有这身体，一定要这身体，你不要学佛，你不能成就。啊，你身体不布施掉不可能。啊，做人所不能做，行人所不能行。啊，才能突破的嘞。啊，所以我给大众讲，要听的，这是一个有福之人。所以悲欢离合无常人生呢，啊，是一方，太可惜，有的身体要高科技的，家里面真的不放下，高科技不能放。一定要犯了，啊，一点自私都不行，他非常维系的，啊，其实我看到你们两个还是很单纯的，不懂了，啊，也就是世间人的习气了，啊，其实你不要看这个，很维系都不行的，啊，你要讲你看不见，我现在这我啊，我不要给他就不行。啊，就好像这新鲜的这两个新鲜有没有道理？你啊，不好的给人家新鲜，自己吃也不行。这个很维系哦，我跟你讲，要听哦。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，可是这个是非常严重。啊，身体啊，你一点一点点的就不行，他就把你抓住了。啊，做悲欢离合无常人生呢、啊，也放法波动起何许？所以你来我们这里，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赚到了。啊，看你要不要救自己，自救。我讲经你都要听要改，我没时间陪你们了、啊，我时间有限的。啊，只有讲经有办法，啊，在超度有办法，剩下都没办法。啊，所以有转轮转之时啊，一直在命运业力之中。但是要转业力啊，自己转啊。啊，你看每天都没事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哎呦，好法喜、啊！我这里也可以度，啊，这里也可以度，啊，这里也可以度，眼界可以度。每天都没事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现在生病就是自己有事了、啊。啊，为什么生病是有就有我就会生病呢、啊？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现在相关大菩萨在网站啊，大家很多在听见他是大法。啊，他的大法是叫做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这大法在哪边的？你的身体啊，要去净化。他要领悟了，啊，这都要学的。像我们伶牙俐嘴已经习惯了，改也是难，还是自己的个性强也难，可是这就是修行了。
啊，修行一定要修行到零点，替人想。像你们来相关的那么多年，我们学到书记的心啊，没有一个学到，好像书记应该给你们布施啊，那你就太悲哀了，太可怜了。啊，人家来学，我要学书记的心。啊，小叔姐啊，一天当两天用，我恭喜你啊，你会翻页的。假如不是，你还是很自私啊，你就淡掉。所以该悲啊，啊该悲啊，因为啊，只是生一番，却未能珍惜有谁。啊，这句话我给全世界，谁害谁，当然是你喽。佛教你不改啊，自己打自己。啊，这样给大众讲，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哦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哦。真的要珍贵哦。啊，假如你身体坏掉了，就来不及了。像现在人生老病死，老了要回来不行。像我现在高科技，我1岁开始抄，啊，才知道这只高科技不得了。啊，这个要出书了，他能访问多少多少，今天叫他给他一直访。啊，像这个人体的身体的奥妙，也是我问老师的来。老师才讲这么多，这是我不再超度就没办法，像我上到空间超度才看到，啊，像这个我都是要教人啦，啊，要教人啦，要零污染，啊，私心都不行，啊，你有私心啦，你就被抓了。啊，也太可惜！那个私心，我跟你讲，方法就像你妈妈也是方法，你也是方法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中道两边不存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你就有救了。啊，其实人体啊，千万不要附体。啊，附体你不能作用了。啊，像你现在还有身体，一定要改。人家讲不好，我要好；人家讲不好，我要好。啊，一定要正正。啊，假如你能够这样，还有救。啊，假如说人家讲的你心就动，啊，跟他一样狼狈为奸，那就死定了。啊，所以现在佛一直在加强啊，叫你们听经啊，听经很重要。啊，你不听经不行。啊，听经不能睡觉了。啊，听经睡觉就输掉了。啊，所以啊，该悲因此时生已坏，啊，且未能够珍惜有生，来不及了。所以我给全世界讲，你不能老，也不能生病哦。啊，假如卖会不会啊？你都看好看好，啊，回去做了就戒杀那阿弥陀，你身体就不会有病了，尿痛也不会啊。可是啊，我是跟你讲，你来这里有没有吃药？老实说，那好，最好是不要吃药，我们这里不吃药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听我，啊，而且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哦，你不是有练火机吗？啊，你就把水啊，还是热水。热水壶都可以，啊，念佛机24小时，那叫佛水，啊，这个佛水我也给大众讲啊，真心100，假心就没用，啊，什么叫真心？真心，真正的，啊，跟着佛知道人苦啊，啊，没有路了，啊，一直介绍佛法，啊，这
你就赚到，你那个水喝了比你也喝什么好啊。佛是法界众生，你真心有在度众他，你这个水他会加持的。像你们要看 我里面那个水啊，那个为什么海院都要喝我那里面的水，外面不，那个佛就是加持的啊。他有时候来渴了，你也给他喝就好了。所以要真做了，真心的。啊，现在我也给大家的，你不真心也没入我，你没入我。但为什么假设还付出还有代价？没入的啦。啊，要上班就造业，你感觉？啊，要上班要用心机，啊，头又要动，又造业了。在这里百千万劫难遭遇哦。那个佛水你来用就很好，而且每天多喝啊。所以您啊，您啊，轮啊，您入轮回如啊，如金飘，归岸度日入幽冥啊。所以叫该悲啊，一路宝山空所回啊，虚度人生此可惜。这个给大众讲啊，学佛的人要清醒了。啊，我佛南无阿弥陀还在这里，大家要遵守啊四规啦。假如你们不遵守啊，其实你们造业很大。啊，第一个最怕就私心了。啊，你假如有私心，你不能见性，众生就抓到。啊，你不可能做主。啊，是心而死啊，弥陀在，相关佛及众生也。啊，忏悔无知啊，空白过，如今啊，回头来得及，有生来得及，不能生病了、啊，生病也来不及。讲真的啦，啊，所以都不是自己做主了，所以给全天下讲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。这句话好像听不懂，宇宙准则一点都不能骗的。像我教你，廖克也是要救女孩子的，你应该知道。啊，假如你不救，啊，他要造业，他要负因果的啦。所以他的预期中一定要调整，啊，心来讲不对的要调整，都要看好。啊。很幸运哦，外面孩子都不行的嘞。啊，你看那两个虽然没有污染附体一堆，他也是乖啦，他就在阿姐那里，他也不是乱跑，可是啊，就是啊，污染啊，啊水眼呐、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来到这里不容易哦。啊，在这里啊，跟着佛，好像你看不见的。你看我们抱怨很现实的。啊，像以前的海量就一直烂，啊，我在看他五脏六腑一直烂，一直烂，这里一直烂，啊，到后来不行了，我就知道差不多了。我又给他讲啊，你没死，啊，只是你不听话，肉体痛苦。啊，你要听我的话。肉体不用痛苦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你听话就不会肉体。那时候我给他讲，他不听的，他也是被控制了。啊，他我不行了，我整给他，我说不行也行，你也没死。像你们在这里就是安心了，没有死了。啊，可是你来不改啊，你要受罪了。你还不了的，啊，不是跟谁还不了，你的众生啊，跟你几世你还不了，啊，这是很苦的。人讲啊，百千万劫的时候就是要翻页啊，啊，你能够翻页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也给讲这个。
跟佛对一样，你们要了解，你不问他不会答的啦。所以今天的时间很紧迫啊，他七点才进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个小时来不及，他也是很忙啊。这个在佛语啊是非常珍贵啊，才知道我们啊身体在做高科技，而且很松，轻松松，而且智慧如海，他没有负担。像我给全世界不能生病哦，啊，不能生病，没心不能生病，没心不会生病。啊，在那里啊，在我们这还在想自己啊，我要怎么样？我就想自己啊，就是我告诉你，病会病入膏肓。啊，而且谁害谁，你自己要痛苦啊。啊，说慈悲精进啊，勇猛力啊，直至千钧不啊不为难，寻回自信啊，就是去。像现在人家不就是也不能还给，这个就是什么介绍南无阿弥陀，就是介绍，就是啊。我叫你说跟外国人啊开课，就是这样来了。等你跟佛对再来，啊，就要给你开课了，网站出去了，外国人看几个要来听佛法真理。啊，人救一个算一个。像你要了解，这个澳洲他是，啊，这个印度人也有，马来西亚也有，啊，越南人很多，啊，中国也很多，啊，台湾人也多。啊，非洲的也多，很多。啊，都是人海茫茫的，像我们不分种族，啊，只要相信佛教教育，啊，欢迎来听经了，也是救自己了。啊，给他不是只有救中国人，中国人难救。啊，中国为什么难救？中国人啊。给大众讲，我看很多啊，习惯了自私啊，很难改。啊，其实我给全世界讲，只要你自私啊，其实就不能进去，没有人懂得的。像我们现在啊，我和那阿弥陀在相关大佛寺啊。他是非常，这他打好了，在超度这一岁到八十岁啊，啊，一层一层的播出啊。这个阿弥陀讲是为有感明知状况，啊，是为度众啊，度己身中众善巧方法，也可称为妙法。而且因为是我无私无我，啊，无怨愿力啊，超度啊，救度某众，啊，救众不受某群魔之控制。乃有救魔之行，凡有如今啊救度生中众之机会，确实啊出生后亿万为肚子饿要吃饱哭，啊这个撒尿了不舒服哭，啊有附体机会，当知啊周遭啊及随时啊之处亦有无量无边之众生存在，啊所以当啊起念更可以啊触动念头相应之众生。众生亦可以附体，何况如今的婴灵啊，状况可以说到婴灵啊，啊，众灵啊附体，干扰啊，所以你看婴灵也附体啊，难以啊带养啊，哭闹不停，啊，此时啊能够有佛号传出，可帮助减少环境啊，啊，出现干扰婴灵情形，所以身体为了满足啊身体之需要，啊，生于啊众生，所以你要了。一个念头不对，人家就附体了。哎呦，好可怕！所以夜里开始，啊，时这个及时啊，到解决满出，啊，以照顾者态度，出生何种家庭关系，
啊，生于富贵或贫困之家，与父母期待出生之子女，说父母何福？啊，贵子与父母之家出生，没说何福。啊，所以两者有极大不同啦、啊。有幸不幸，富贵贫富悬庄，啊，悬殊啊，命运。对于世人而言，大家都是这一命运啊，业力深重。现在来这里知道打开了。身体高科技啊，一岁到啊，你讲五十岁是附体五十年，啊，你讲六十岁附体六十年，像我一岁现在八十岁附体八十年，哦，这个我要重看过，我还要再加，啊，这不啊，书我所言啊，字字皆是真真，对诸子目前问题而已，啊，诸子能够闻之而解啊，啊，并行生活中才能改过，改个性而后转业渐进机会。啊、因为修行呢，在阻止未改个性呢，所造之种种生于欲三业，啊，已造感了许多身中的物体魔众，啊，一来请众人，啊，这个、认真的听经闻法，参加法会，出席日课，啊，方能够与众生化解，而得有克服分层。现在你们的分层厉害了，啊，所以同时也改个性了，忏悔。像现在这个分层呢，大概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在我们这里叫做啊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应有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老师夏林居老师说佛童子教化相助啊，因为我是人体，我讲的你们才听得懂啊，啊你们还不能跟他对，所以希望在这短时间主子能够配合下，能够日日现况之中达到进化转业进行，像这个转业进行，我也给大众就是不自私啊。啊，像你们昨天呢、啊、写给我就讲都要改进，啊，还没有成长，啊，没有成长说还是为这个身体，啊，假如说这个身体啊，假如说你能够改进的，对自己帮助最大，啊，你不要人体也很微妙，你可以问他，他一动我都知道，他身体有问题我都知道，啊，所以我给你讲，这不能骗人，所以我来看一看还要改，还要再问，他这里面很多缺口。因为太急了，这不急了啊。